对，这里阿福来到中路，他是一个莽撞态，带走了库库，甚至还有沙鸟，沙鸟开飞天，有视野，一人一下不都会非常漂亮。这个杀，刚刚库库的一个幻象骗到了，哎，不过还是输出够不够啊？四个三个打一个，哎，莫内也来了，四个打一个，这次不会杀不掉吧？有大电锤吃掉奶酪。 哎呦，还真电死了一个，宝刀的，肉山点的视野也要看对面很好。水人先进去，知道对方先是秒钟，这叫大后排，是的，大刀两个拿士兵，水人抢到了不朽之守护，配合潮汐往里走，先杀掉了拍拍熊。这里DP介入双喜温无数，逼退对方的阵型，黑贤补一个拉，这里阿杰摇大招刺起来，配合输出一个大招，但是伤害不够，谁都打不死，没有致死伤害。大招甩上去，配合冰库那个大，有机会秒这个狼人，虚空之术非常高，先把这个狼人秒掉，然后自己再死，形成了一个一换一，正面。 我们看冰BOSS是被留住了，被伊嘎托斯牢牢的控在原地，还好自己有一个BKB，反手虚无加上自己的爆红以及限制了大招，先消耗一些的血量，再开启抽血。哎呦，这个提示踢的慢了一点，正面先不及，冻住了这个毒龙，先行抽，冰魂大招是已经甩过了，所以说不太好去杀他。滚上来，有变石头是一个下路，看下路，哎，下路，老板已经开始破路了，接手了伊嘎托斯之棍的，我BOSS非常危险，虚空往前跳一下。 大招先不放，毒龙BKB是已经开过了，BOSS开启BKB，先往回撤一下血量，很残。这里不回高地吗？贴了一个骨灰，想过来再放棒子，再限制这个毒龙。这波有机会可以打起来吗？这个毒龙是没有 BKB 的，可以用 BOSS 的这个虚无去一直放他。虚空手上还捏着大招，毒龙被冻住了，自己身上还有盾，而且有龙心，所以说不怕被对方打。你看提刀肉后跳上来 A 两下打出被动。 毒龙血量被打到一半，想先行把这个盾耗掉。我们看这个位置，SK加上三二发威了。虚空开启 BKB， 反手把这大招背，冰火的一个打，打到对方三个 ，BOSS 在后面疯狂输出秒掉这个关键男一星，而且毒龙交出自己的盾。现在 BKB 是没有的，起身狼人开 BKB 开变身，但是只能熬退。 BOSS 往前配合一个土猫阿托斯之棍，再留这边的一个狼人一个毒龙。我们看先不管，先杀三二，老板飞后排，疯狂点疯狂输出，先点死三二正面狼人，变狼又消失了，被一个发芽牢牢困在原地，有没有下一个阿托斯能不能攻他？ DC 这边小骷髅。 被虚无到了，杀到粉了，一脚踢，是小骷髅这边的莫莱特估计要死了。哎，蓝猫上来切到古法，哇哇，这边的话，这波输出感觉要爆炸了，我也要死。小魔夜魔流道，蓝猫一个滚，暴束缚的蓝猫。这边土猫虽然爆炸，但是没有用，就剩土猫一个人了，土猫还要被追。